警车里里外外大消毒，宿舍、餐厅也不放过。新北芦洲这间派出所有一名员警在16号确诊，同仁全面裁剪并自主隔离。临近派出所前来支援，并将值班台移到户外。员警更戴起护目镜，降低接触风险。可以是想1200片的。我一下。中山内湖总共有3个分局，他们各需求300个，前线的比较多。 这次民众比较多的人来戴，因疫情高风险区的防护需求，高雄慈济志工首做防疫面罩，优先支援北部4县市，桃园市、新北市、台北市，还有宜兰县。那主要的需求是防疫的面罩、防护面罩，那大概将近6000份。那目前我们已经准备有3000份送出，我们希望能够动员慈济支持我们这次的防疫的行动。 疫情严峻，新北市更加派警力在传统市场劝导民众戴好口罩，期盼人人做好防护，挺过疫情难关。戴新闻高林丁中台北报道。